天上圣母不只是神明而已啊，不是只是民间信仰而已啊，他等同菩萨，这是清真道长了明和尚讲的。啊，我当年在了明和尚那里，我问了一个问题，我说天上圣母啊，他的定位在哪里？他的定位啊，佛、菩萨、金刚、护法、空行、诸天，他的定位在哪里？两名和尚告诉我，天上圣母是菩萨。